南市，他会通知这样子。对，喂，冠宏，哎，我们刚有电，有我们刚有那个电访一个导游啊，看看台北要不要？对对对对。因为一切包括一切的罪都是负性航空。陆客来台湾这六天，其实他们发生的都相处的蛮好的，然后有说那两个小孩，他们必须承担这些，然后所有的失去那些，到时候也要叫负性要来负责，我们就负责起来。我觉得可用。所有的各方面，我们会跟负性要求他们的那个住宿各方面。对啊，看他们要不要？啊，他们产生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。没错，是他们有互相认识的。一发生之后，我们叫导游就赶快回去，然后我再派那个谁，那个我们的副总部再去现场。是，马上都拍，张大哥拍谁？不，我还有，我下面还有。有出现在伤亡，我是负责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现在还有，不，我是做总指挥。所以全部都是失踪人员吗？对对对，我。五个家庭，对啊，失踪名单里面，没有啊，五个家庭有，其中有姐妹啊，还有妈妈，有姐妹的，有父母女的，有父亲带小孩的，总共这样就五个小组就对了。夫妻带小孩，夫妻带是不是？这个夫妻带小孩是那个两个小孩的那个，那两个小孩有父小两个妈妈，好啊，有爸爸吗？没有。他们的爸爸没有，这两组他都没有爸爸，不是没有爸爸，爸爸没有来说错。那这一次啊，那两个带小孩的、啊，是不是第一次带小朋友出国啊？你这样问我，我没有办法回答。或是他们这一团，你六天五夜跟他们相处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大家都很好啊，大家相处都很好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名单还没出来，有找到的名单就是。有没有就是第一次出国，或是一些比较特别的 ？OK 的。哦，那个他英国这么算啊，如果以家庭数来算是一二三四五个家庭数，五个家庭，五个家庭，对，有姐妹的，有夫妻的，有这个妈妈带小孩的。我接的客人有15个。那所以那个于雪英跟于雪梅是姐妹哈。那现在。